我的名字是心妍，我12岁，我喜欢画女孩子，这是我第一个女孩子，她的名字是瑶瑶，她是从人群里面来的。我喜欢她，因为她的颜色很阳光，和她很可爱。这是第二个女孩，我画她的时候，她是圣诞节，所以她穿着圣诞节的衣服。我喜欢她，因为她很调皮和她的头发很难画。这是第三个女孩，她是从 Demon Slayer 里面来的。我喜欢她，因为她的衣服很有动感，和她的背景很好看。这三个女孩都是从我喜欢的电视剧和游戏里面来的。谢谢。